做一个口罩呢，那个时间啊都要20分钟至30分钟时间。差不多。有时呢啲线啊或者车错或者断线啊都比较时间长啲啊。啊即係要耐心啲，即係耐心啲先车得到。一开始的时间咧就啊冇乜人话去做口罩嘅，咁再收尾个个买唔到口罩啦，咁先至话可以做布口罩咁样。哦，咁我哋都即系一话做布口罩就喺度啊谂办法啦咁样。咁点样可以揾到啲咩料咩布啊可以做到口罩啲咁咧？咁我哋都研究咗好多样嘢，即系好耐。好多種布測試啊，邊啲布最好啊？點樣做為之最好咁樣？因為我哋上網睇過咧，真正口罩咧就有三層啊咁樣。第一層咧就話要嚟啊防飛沫嘅，第二層嗰啲就過濾嘅，第三層咧就啊吸濕嘅咁樣。咁我哋就跟住口罩嘅特徵去揾嗰啲布咁樣。见到即阿叔阿婆嗰啲咧，拖住嗰啲纸皮箱行过嗰啲，佢又冇口罩，冇口罩咧，我就话送俾佢。佢哋嗰啲货啲唔好话叫佢排队买啊，根本上你有得俾佢买，佢都冇钱买，系嘛？咁样咁我哋咪啊做咗出嚟啦，希望送咗俾佢。自己反正啊能够做得到嘅，车得到嘅，咁咪可以车咯。因为用个布好少啊，即系亦都唔值咩钱，只系人工啫嘛，车嘅人工啫嘛，时间耐得多啫嘛，咁反正又得闲咁咪车咯，车咪啊有街坊要嘅就啊送俾佢啊呢个咁样，咁亦都有喺度卖咁样咯。咁你如果全民戴口罩咧，我认为对个疫情系100%系有帮助嘅。行出街好少人唔戴口罩，咁所以香港成功。防一朵疫呢就是靠大家住角啊。